厨房对我来说是家的心脏，厨房运转顺畅了，家也就温暖了。能在厨房煮出一道道料理，不只让家人吃饱，还能兼顾健康与美味，是我身为主妇最自豪的事。当妈后才发现，让家人吃得好，不是把菜煮得好吃而已，我挑选的食材从哪里来，怎么被生产的，更是重要。竹康基除了有农场到分切场完整的产销履历验证之外，无用药的饲养方式更是让我安心的关键。急速冷冻的真空包装，使用前冷藏解冻或隔水解冻都很方便，分量也很适合小家庭。主妇的时间总是被切得很零碎，料理不只要营养健康，还要追求简单快速。分身乏术时，舒康基的各种腌制品和熟食就是我的救星，没有看不懂的成分，即使给小小孩吃都能很放心，料理也方便省时省力。身为妈妈要操烦的事情太多了，我很高兴能认识舒康基，让我至少再也不用烦恼好鸡肉上难买，让我轻松采买，安心开火，给家人最纯净安心的美味。我是连线主妇，我吃舒康基。